对学在怎样帮助噶学生来哒？正是着刚才读书，身体唔舒服，需要去医院睇下病，唔多着请假，有当时看到排大半日队，好唔方便。热闹人家爱睇病，也着惊啲请假不会当，正经也是无咩方便。为了方便控制，从四月起，金平区多个医疗机构陆续开设麦岗门诊，以初风强了延长服务嘅模式，为患者提供更贴心、更暖心嘅服务。四月十号晚八点过，记者到金平区东委会台钓，二楼东委馆已经是灯火通明，在往台北理疗嘅暂顾嘅患者未少。我目前睇住得也到啲新本发孤单啦。经脉有只脉降，所以脉搏是蒙住来退者，你无直接个唔脉，所以就经脉头脉咧，我是不拉啊，我退咗脉降啊，蒙住黄病，因为骑到卡头要黄病啊，是啊，所以非常好啊。据介绍，金平区东委委员开设脉降门诊嘅第一日，脉降即将量就达到50名。我们像这个工作刚开始啊，就。还是以医院的技术骨干为主，这工作对大家来说还是提高这一个工作的强度。但是就服务都是周边的老百姓，只要老百姓身体好，我们也心安了。接下来到金平区护养保健院，李能时大家做了微调锁检，一打测风门诊，大大提升了就医体验。这里就挺方便的。网上的话呢，对于上班的人来说也很方便，对，而且网上也不会说像白天那么多人，不用说怎么排队这样子的。我就做了 B 超，这一些都挺好的。自今年四月份起，金平区农民委员、金平区东委委员、金平区护养保健院、金平区土埔委员，甲小公园、甲山光华街道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医疗机构，所有开设了麦岗门诊。由各个市区各级名位带头助阵，开设了东围区、国小区、内区、二区、湖山区甲创区等区市，东部开放检验区、放射区、药房等功能区市，最大限度提供多样化精准化医疗服务，对老百姓人安，能够自主上到就医时间，提高就医效率，及时治疗疾病，这也是这项病敏感贴身举措。平时通过一个对我们患者及其家属的一些了解，就是比如说一些学生他平时上来要来看病需要请假，那么老年人他白天来看病的话呢，也是需要我们的一个小孩来请假来陪诊的。所以呢，这样子如果通过夜间的话那是可以让我们的学生不用请假，我们的上班一族不用请假，满足他的就诊需求。如果我们的居民群众有夜间的一个就诊需求，是可以到我们区属的各个医疗机构进行就诊。那么详细的信息是可以通过各医院的一个公众号进行查询。咱经常听到脑干、心干，但是脚干可能就好少人听到。实际上，除了心脑血管会发生梗塞之外，脚也发生梗塞。急性病毒为何只有称为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一旦出现症状，就急诊治疗。近日，市东区人民医院就收治了一位患脚干的白血老人，成功为所度。回来的本老医今年101岁，有高血压病史多年。三个月前，本老医上下肢出现疼痛，左足背上明显，红毛向色袄也无变盲改。后来到当地就诊，但症状并未见好转，多等是愈来愈严重。刚开始就是双脚的是肿，脚痛，脚在讲，无会使，也袂惊，一年都是袂，非常不舒服的了，你后来就找了个卫生，含青草药又来打，哇，这打了都唔好。近日，本老医道嘅来人嘅陪同下，来到汕头市第二人民医院就医，经检查后被诊断为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到登记患者及其家属嘅意见后，卫生为本老医实施了下肢动脉腔内血管成形术。经过1.5小时的门诊介入治疗，卫生成功为本老医拍通了闭塞的血管。伊再可能就通过外科去打针啊，是处理就咁啊。现在有介入开门诊介入，
已经给他消毒，去处理了就说也给已经快回来症状。那三点钟艾叔当时刚处理之后，遐伊是断咩只卡住，袂呾去快回啊，比较明显个改善有，直接提示那呾伊个疼是明显好转啊，断咩就应该非常舒服。啊，咱舒服之后，精神也受着，就朝往好个方向去改变。养仔就是好。啊，两只伊也学起来惊啊，学起来食啊，啊，各方面会注意。据卫生介绍，通宵大概卡颈，就是下肢动脉血管硬化、关节狭窄、心肌闭塞，从而出现下肢血经营不足的急症疾病。其发病比较缓慢而呢，初期症状加轻时，应该被误以为流行腿。但随着病情的发展，患者可出现肝血症、破镜、症色痛、肢端溃疡，甚至肢体坏疽，请多合并心脑血管疾病，如颈动脉、锁骨下动脉狭窄等。低层率级病史率高，严重影响人类健康。如果单目击世界处理嘅话，啊，嗯，直出也经常饮着单单塞落胶胶，几发直出血双出来，胶质胶血管都塞掉去，然后人作来救援嘅时候，只能是单只能是最先保命。啊，就是医生来处理，做完之后就系大创伤之后，直说生命又就比较危险咯。哦，唔单是躺着成日停下，去掉只卡，咱来个棉花包唔等，哦，所以临床系比较凶险。卫生提醒：四十五岁以上有痔疮、高血脂、高血糖、高粘血症、高尿酸、肥胖、缺乏运动等危险因素，即当出现卡痛，特别是伴随下肢麻木、发力、发冷、肝血症、破镜等症状时，应及时就医。卡颈甲心肌脑结病是抢救一个啊，唔见咪抢救时间啊，非常重要。所以就单单尽早来换一个赛车处理，尽快甲你处理了，快速来恢复。昨暝早，后江区东澳海福出现沙头东花白海通，有河面偶偶接触海东精灵之后，马上用手机记录下了一人亡命的身影。视频当。额头东花白海通呈粉红色，另外一头多滴点灰色。因人到碧波当花块的跳跃，尽清气气，黄苗的身姿非常漂亮。近年来，这个汕头周边的水域，特别是我们这东湖这边的海域呢，的水质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现在的这个海洋的生物也越来越丰富。还有就是我们最近看到的这个白海豚也是非常罕见，看得我特别的欣喜。东花白海豚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称为海上大型鸟，最后分布到我国东南沿海，最北能高达千公尺，最南会行星广西沿海，有时会进入江河，一般三五只甲盘出没，或者时候欢喜欢单独活动。有研究显示，因环境污染及其他人类活动干扰，目前全球37%的海洋哺乳动物面临灭绝风险，包括25种为鲸豚类。东花白海豚就是其中之一。若根据有关专家的统计，获得海福近十年间发现20头以上的东花白海豚，目前也仅剩13头，需要随时来保护。近来就是我们市民，包括我们的村民，在出海捕鱼的时候，也可以经常观看到这些海洋的森林。我们在此呼吁，我们如果市民朋友碰到这些海洋精灵，是应该不要去骚扰它，特别不要去伤害它。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它们。参观工作，直片地直播是这个品类，比如稻仓、果园、荒植地等。但近年来，该集精石、复合精石等技术所有出现，大大提升了精石效率。自从我始终已经尝试经朝开晒该集，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在今年的春季山沙等，我始又到省内竹山县镇农业农村部的大稻银米多种复合精石技术，确定高质量农业青年提供良质无沙粮。稻田区上华田界始农科所昆阳示范基地。千年仓顶杯无数插马秉正飘签，国内大豆先秉正整苗与玉米整苗改革精神，技术能往正经行农作物秉正定苗，卡顶千只大豆加千只玉米多种改革精神，华海共生环境界适应成千年。
在潮汕地区啊，因为人多地少，我们希望能借助这个技术，能够在保证我们这个玉米种植之后不减产的情况下，能够多收一季我们这个大豆。各家小新技术如果试验成功，每亩地可生产出相当于1.5到1.8亩牛只产量。就是想探索出自大豆跟玉米之间品种的互相的适合性，还有助寒剂的适合性，探讨这个光温的利用率，形成一套完整的技术，在我们潮汕地区的话能推广应用，增加我们这个产能啊，提高我们汕头这个农业的高质量发展。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混用很多，让人慌不胜防，只有黄渣食品使用性好必要。近日，市黄渣中心就联合市餐饮文化协会、金校园举办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组队文化回应，增强学生的黄渣意识，提供鉴别诈骗手段的能力。活动到金平区金乡实验当刻举办。民警小帅多来往电信网络诈骗法普及相通，通过正式的话里向广大市民介绍了新兴电信网络诈骗类型的本质及特点。跟学生有关的就是刷单类的诈骗，还有虚假征信类的诈骗。我简单讲解一下，因为我们很多学生们就会受到一些兼职赚钱的误导，然后就到网络上参与刷单。另外一种就是因为学生们没有自己的经济来源，很容易在网络上贷款，所以骗子们就针对我们的学生群体，就会专门的有这种刷单类还有虚假贷款类的诈骗。随后文革回应正式开张，到普法大街花市上当了当，学生会将犯罪分子的犯罪套路语言描述，及受害人因贪图小便宜而上当受骗的心理活动进行了演绎。我们学生他们也能够把他自己的想法更好的把它给这一个展示出来，希望说通过学生这种演出来提高我们全体师生甚至我们家长的一种反诈的能力。一直在正头界回应当小兵阳光将阴暗无处动心快棒说谎诈情景剧能明之想阳光普照以及歌曲创小丁质量定调双团黄黄雪段黄里合格贷款冒充电商物流客户等电信网络诈骗，增强私生活黄渣识骗的能力，力争用最优秀的节目推动反诈骗宣传教育工作，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创建平安校园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表演结束后，民警花对张麦当小机关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知识进行科普的总结，提前引导师生会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自觉抵制诱惑，莫贪图小利，卖轻心灭车人，防止上当受骗。这是一次文化反诈仿诈知识的结合，一种碰撞结合。我觉得是对我们学生来说，既可以增长见识，同时也是提高了在生活中的能力。学到这些知识之后，我们就会传播到更多的人，就是传播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提高这种防范意识，会让更多的人免受这种被骗的这种经历。守正创新，百花齐放，是我们教育思想的一部分。我们在这个思想的引领下，指导我们的学生有各种各样的社会责任感。这一次，汕头市公安局反诈中心能够进入我们校园，使到我们的学生在这个主课堂之外还有更多的主人翁精神、社会责任感。依故事推来是1987年4月12日到20日，潮汕在面念念的杭志光举办了个人演讲，促成草根的杭志光经多的时间拼命活的时间，去记录潮汕的社会名声及时代变迁。伊是汕头念念的首位举办个人演讲的念念的，则并触动了无数潮汕观众的心灵。十五岁许阵呢，杭志光去到街景照相馆当班工，十九岁就成为一名技术创明的摄影师。除了工作，伊经常走出照相馆，关注社会民生，留下好多弘扬民间疾苦甲温温精神、平常生活的相片。
1945年抗战胜利后，杭志光受聘兼任《青华日报》匿名记者，用镜头记录下好在典故的历史场面。1952年，杭志光协助完成感光胶片的检测鉴定，见证了新中国匿名感光产业的诞生。1959年以后，伊又作为公安感光火合厂的一名普通职工，长期从事拍捏甲制作样品的工作，为向国内外用户宣传公安产品做出了重大贡献。改革开放后，杭志光重新捡起相机，把潮汕风光甲风土人情定格落来，至今仍有极高的审美价值。上清何光珠今夜八点，汕头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播出的《汕头故事》。自2014年 AI 画像技术面世以来，工程到加叹气前后必行的同时，也对这些技术过于虎虎入山而忧心。今日我能就用 AI 服务清人，不过10年间，人工智能技术从图像、音频到视觉，对人类面部特征的传播互联已经使得真相到消极时代面临土崩瓦解的危险，也引起了人们到伦理和法律层面上的担忧。根据北京青年报等媒体的报道，近日有一个后生人通过 AI 技术复活了大家关心的妈妈，并给阿妈进行了简单通话交流。这是黄埔属于私人情感联合的技术师青年会经过报道之后，迅速引发媒体的争论。有人台后感动不已，决定祖孙称亲，但有人认为这是了自欺欺人，甚至是了操纵情人。这背后也反映了人们对 AI 技术的某种焦虑心态。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也是跟过去大宋图像画像大不同，是到视频互联网之外添加了内容交互。但是交互大模型的程度以及理论上坚持，通过大量的深度学习，逐渐对每一个人的语言思维习惯增加黄金模拟的可能性，使得人类关于辨认同类的认知受到了颠覆性的挑战。想想者，如果有大模型通过对你的伴侣行为进行反复的学习模仿，再通过 AI 画像确保面部特定识字，一道视频聊天、线上互动等场景等，跟我交流的人交代的地点将变得不再有确定性。红话亲人的行为以直整以上不够的方式，把未来途径拉高了公正面在。人们突然发现 AI 已经走得如此之样，不断带来了关于新兴诈骗、隐私卡框等形式的问题，或对人的现实认知造成挑战。公正对 AI 行为的情感不适，反映的是对技术快速变革的不信任感。个人隐私、外窗、人际关系拢将遭受新变化。若当接受具体的交流会主，又会对人类生存的诸多根本性问题带来冲击。比如，人们可能就被迫修订对真相的定义，因为有图有视频，未必有真相。这个后生人因为个人情感复活亲人的行为，大可不必苛责。因为伊既无突破人拢道德底线，也无用于商业行为，更无犯罪目的。但对于同样嘅技术，未来会如何调整人嘅伦理边界甲法律规范，还是着借此有所警惕甲预防。毕竟，如果技术普及之后，有人恶意无止境嘅妨碍他人，迄将不可避免嘅对公共安全造成极大冲击。